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四场八人争宠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四场的话，由陌上花明星、烤鱼痴情吧、江瑞和 Love You Sack 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很感谢。那么第一局先看一局啊，还比较不错的啊，主攻孙笨。那我们选了一个嘟嘟哈，嘟嘟作为忠臣的话，那么无将啊，首先制霸可以有一点，然后的话剩下来的就是远位送觉醒，但是的话我们这个位置不太好啊，因为你送到一些，你说后压一个甲鱼，这送到一些甲鱼在那边要坑啊。那么这里黄盖是内奸吗？打主攻没有问题啊，但你作为反贼怎么开这个万箭呢？难道他决定他可能赌甲鱼是反贼啊？制霸还送一牌，结果这个抉择吧，且看我这一手。那我们锁锁连环带上他，真送主攻觉醒了。那这个地方姿势非常好，主攻也舍得卖鞋，主攻的体位摆得非常的正啊，这个我们很漂亮啊。啊，馋你乐啊。那么虽然主攻被嫖了一血，但是六牌在手，贾大爷啊，应该来说不太能搞得定他。那我们刚才其实拼点啊，主攻移民的时点，你可以把这个桃子给他塞给他，应该更稳一点啊。你塞一个人王，毕竟没什么用啊，扛不了甲鱼的。那么农民在那边顺手拽秧，九鲁主攻。哎呀，我靠，这打得非常的浪啊，九桃好拼啊，好拼。那我们刚才这个乐好像是我们贴的啊，这女朋友你贴他干嘛呢？是吧？这个乐的话，黑乐啊，当然也贴不得甲鱼。如果是红乐的话，倒是可以贴一贴甲鱼，保保主攻啊。这纯哥的排序有问题啊！你不先拆忠臣表表身份，再拆主攻，是不是？这个打的有问题啊，那么扎拳跟女萌都可以当内奸啊，我们暂时先不用考虑内奸，主攻反正顺利觉醒，最后来给你一个无戏，来出来吧。放逐杀人，哎呦，桃子啊，这满血回复了，还满装备哈，这个状态非常漂亮。那么最后，农民就这样要被带走了。那我们再来，就当这般生不如死。你不气不气，我还要搞农民呢，明的借刀，那不杀我这个就傻了，嗯，这个桃子吃了也行吧，大乱舞，的话，我们这就直接。有火煞，哎呦，这雷煞有点伤了，春哥没距离，哎呦，有个决斗啊，决斗要跟他拼吗？他没杀，他不敢拼了。且慢，扎拳的话已经直接跳内了，他没想到这个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啊，农民就轻松的被带走了。而且主攻啊，竟然能满血回复啊，这个是始料未及的，该上厕所啊。火攻，这样的话，哦，没有方片啊，可惜了。南江东小爸爸孙伯符，这个什么鬼啊？这个孙权，孙权不是火攻展示的明杀吗？他不去杀，为什么要去杀一刀春哥嘞？这主攻想啥呢？抉择吧，苦与痛的地狱中。那么这里啊，你没有闪，他这个反间气闪，那我们就一刀带你飞啊，那这里的话，拼连给主公一逃啊，可以的，保主，我们这反正可以留三张啊，杀闪无戏都可以护啊，那么最后整体的话，应该来说啊，这主公第一轮就顺利洗礼菊花。进觉醒，后面这内奸你再跳啊，可能都很难了啊。对，而且两个忠臣都是无将，各种拼点啊，送制霸。何惧于天下？就当这般生不如死，一个雷杀。这里的话，废牌塞过去可以吧？可以啊。那么春哥杀我们一刀，不好意思啊，又闪了。孙权的话打无懈，哎呦，这还添过了啊，郭拆桥啊，扎拳应该是要跪了，杀一刀啊。孙氏英烈，必有江东。伯父，哦，那么一刀雷杀直接带走了。
春哥也跪了，春哥这个伤势不太牛逼啊。那么这一局整体我们这个主攻这种打法很欣赏他，很欣赏他。当然抗战应该是手里一堆桃子啊，但是他有闪也没有出啊。哦，那个闪好像是不是黄给制霸给的？当然啊，如果啊你有一堆牌也是赢啊，孙笨就该这么打。那我们那个送觉醒也送的非常的溜啊，非常溜，好评啊，好评。毕竟这张牌甲鱼想把它乱死的话没那么容易啊，没那么容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局。嗯，第二局的话我们主攻是一个钟会啊，钟会。那么钟会的话做主这个有点坑内啊，有点坑内。那我们看一看点将军，比一比看谁杀敌更多，贴主曹行，好位置啊，好位置。父亲怪走，有我殿后，反贼挂闪电，等等人家嘛，是吧？乐你一波嘛，火攻，哎，再一嫖就嫖吧，忠臣，好评啊，好评，忠臣打得非常的嗨啊，非常嗨。郭彩桥，恩已断，义当绝。哎，并没有啊，直接杀了啊。木马走起来，过河拆桥，这是想拆我们乐吧？结果没拆到，忠臣求鲁还中了。那骑手的话，我们这个祖宗方面阵容比较强大，我觉得你这个内奸，这内奸竟然没有跳啊！这内奸竟然没有跳、啊。我觉得可以一跳。那哦哟，我们这里啊，打得非常奔放啊！曹昂火杀我们直接送藤甲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对男人嘛，对自己要狠一点，直接顺利觉醒啊，直接顺利觉醒。那么手里三个桃，这个藤甲必挂啊，必挂。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了。嗯，再也没人欺负我了。嗯啊，死了啊，死了啊，就这样被雷劈死啊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们这里祝融不拿乐啊。你断。一当绝。那么这里注意啊，二爷跟狗货这里啊还是可以玩一玩配合的啊，每回合杀一刀玩一玩劫命，然后的话再给他补血啊，冲血冲回来。那么现在内奸你还不跳、哦、这里万箭打一波啊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把这个藤甲给顶掉吧，不是说怕死，而是说这样不好卖拳了啊，不好卖拳了。哦，手里有菊花，但是这个菊花的话，哦哟，我们这打得非常的激进啊，直接杀了我们的忠臣啊。当然从呛面上讲的话，祝融可能偏内奸一点啊，可能偏内奸一点，所以我们可能这样想的。那么桃子还救大梨，但是这个粘土挂起来不用救了吧，这还救没必要救啊，这粘土都挂在那边。当代三尺之剑，立不世之功。大丈夫当代三尺之剑，立不世之功。那这样的话祝融也被带走啊，最后曹昂是个内奸。我们刚才那个菊花道啊，太伤祝融了啊，太伤祝融了。当然整体而言的话，你说现在啊打反贼还是不太难吧，还是不太难。那么父亲快走，有我殿后。因为啊曹昂主攻这个位置实在太好，而且曹昂自身这装备摆在那边啊也不好杀，手牵一指人已断，义当绝。那么又给狗货回血啊，反贼这边的话我们说的啊就是人家配合还不错，决斗哎呦掉血了，掉血了、嗯、他也不敢跟我们拼点是吧。哦，拿到八卦好评啊，拿到八卦好评。当然我们这甲乙不该挂吧，甲乙暂时先扣一扣吧，毕竟曹啊你还能让他刷一刷牌嘞，还是让他多打一打工比较好。借刀杀人，比比看谁杀敌更多。过河拆桥，拆了闪电啊，把不稳定因素拆掉、嗯、对于他们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呀。我们继续卖群啊，有三个不群。曹昂的血线有点被压了，有点被压。拼点要早死啊，要早死。哎呀，插个过差呀、啊，借刀杀人，死。那我们这里的话选择了，我觉得可以把自己锁上，可以把自己锁上。自己锁上，那曹昂直接杀你一刀就行了，是吧？有扇子杀你一刀，那直接带二爷带狗货写信。恩已断。一当绝，哎，拼点回血了。那么反贼现在整体的话，应该来说，
这个也是比较为难了啊，比较为难了。此地，那么这里我们战败了一个群，只能弃牌，留了一堆装备在手里啊。这个手牌有点烂啊，手牌有点烂。你们周泰就起，杀一刀狗货，卖血啊，卖血。永不背弃，永不背弃。哎呦，桃园啊，这个桃园差评了，这个桃园差评了。桃园整体的话，反贼血先上来找我们拼点，我们是这个为什么给十点呢？这应该给勾点啊，无中生有。这样的话，曹安血线还被压了下去啊。那不速手控一个，阿爷被勒，勾破的话，尽力之手与他一搏吧，与他一搏吧。那我们现在最后已经没有这个群了啊！你们希望这个闪电劈中，应该来说还有点希望。我永不背弃。哎呀，这难瞒。哎呀，内奸就这么挂了。那我们要一敌三啊，一敌三。那么怎么一敌三呢？看吧，看吧。闪电应该来说可能要发挥的，可能要发挥。注意啊，进度条啊，还有。三分之一的时间啊，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。那么这里啊，突破口可能就在二爷那边啊，就在二爷那边。但是人家你看啊，这个麦啊，然后又回血，这个不太好打呀，不太好打。然后杀我们一刀，麦全喽。那么有一桃，还可以暂时自保啊，可以暂时自保。木马给了二爷，他们想要保二爷了啊，顺顺阳打了一个无懈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锁锁连环。再全卖一个决斗，被打了无懈，杀一刀闪啊闪，这个时候有点危险了，这个肯定要闪。二爷毕竟那边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到啊，二爷毕竟有一绝，你这个地方不闪的话，可能就要被二爷直接狙击了啊。那么这里好评就好在这里的这个铁锁闪电一崩三啊，一崩三。那么这样反贼的话，狗货跟二爷这个核心力量在这边被搞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桃子神桃来袭啊，神桃来袭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当然啊，二爷恩怨分明，就看他们有没有桃。那么最后这里注意啊，我们直接注意直接排异了二爷，带他走，带他走。刚才手上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气质闪雷杀啊，气质的闪雷杀。三张闪杀啊，手里应该是有闪的。那么直接，如果我们刚才直接自己起牌的话，可能不一定能带走他。那我们直接排异带人头，当然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点高的，可能赌就赌的他们桃子已经不多了。最后跟周泰单挑，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因为整体而言的话，打周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，你有这么多装备啊，你毕竟他杀你的时候你有权啊，权可以换牌。而周泰一般的优势就是靠不屈，然后在手牌上面有爆发。面对一些普通的武将可能还行，但是对于这个我们中卫而言的话，可能就扛不住了，可能就扛不住。那最后这个垃圾时间我们就不看啊，七分钟啊，七分钟，这个在这胜利的。好，那么前两局的话整体就这样吧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最后两局，后面的两局可能就随便看一看吧。还是那句话，最近反正这个真真投稿也没有不太多啊，这个就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诸葛金主攻我们七号位的大反贼，大反贼曹昂的话这边啊，就看能不能给反贼一些利益。不得后退。诸葛恪的话，这个直接打了一个输出流黄盖，然后不是给黄盖打。曹昂的话应该来说偏重，不足挂齿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我港澳没一刀啊，又是忠臣啊，林将军。不敢来的都是懦夫啊，都是懦夫。杀一刀，这里为什么又杀了一刀黄盖呢？这里为什么又杀了？难道是内奸？可知我诸葛一事，有点问题啊，我们不管啊，不管啊。可知我诸葛一事，成君恩小计，这个难道都没有非黑桃？
明以动长，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诸将莫慌，是粮草之大混沌。这里给了姜维啊，但是姜维整体是偏内的。顺主任啊，看看顺啥了吗？没有，姜维这里应该是内奸啊，应该是内奸。这个，可知我诸葛一事？哎呦，神奥才啊，神奥才！当然就神了这一下哈，这就没有办法了，这就没有办法。那桃子必救了，崩他呀！还有桃啊，还有桃。我攻一刀带走吧。那你方便都没有，这个五五还坑啊，这个五五还坑了。其实他这个五五啊，如果考虑小诸葛在的话，可能还稍稍还行。但是如果没有小诸葛，这个位置开五五可能有点糟糕啊。雕虫小技，不斩降将，强力输出啊，强力输出。加一挂起，那么杀一刀中跌。这个没有办法，人家就是有改判。墨写春秋，挥毫退万敌。国拆桥拆手牌，张八一拍九张八，哎呀，这就不回来了，没逃了，死鱼来了。盖有福，那么后面的话，这边顺手转羊，乐不思蜀，敲一个，来来来，战个痛快啊！弃牌被乐了，没有办法。蜀中蜀间，朕尚能明辨。自舍其身，失于天下。那么顺手拽羊可以的，借刀杀人，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哎，可行啊，木马给出来。那么有个九啊，有个九，太极升两仪，两仪升四象啊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可以带一波中跌了，可以带一波中跌了。但是呢，整体这个手里的黑桃难埋，难埋的话直接出杀龙，宏图就在今日。哦，这是要觉醒哦！你可识得此阵？那么这里的话，先决斗。对的，黑桃啊，注意啊，这里黑桃不要急着用啊，不要急着用，可以锁锁连环。最后，这里的话，竟然没有过河拆桥啊，这个杀的有点狠啊。这应该是我的计谋竟被我的计谋竟被识破了，竟被识破了。那最后再万箭齐发。带走一个姜维啊，带走一个姜维，好评啊，好评，这样还是可以的，直接秒掉一中一内啊，秒掉一中一内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跟曹睿两个人二v一，应该来说问题不大吧？应该来说问题不大。火攻，这里的话，最后吃个桃啊，吃个桃。这里注意一下，这里注意一下。木马呢，尽量不要给曹睿，尽量不要给曹睿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剩下最后两个人还好，我殿后无所谓了啊。你木马给曹睿，到时候，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但是没有闪了，没有闪了，感觉这个木马要出问题了，这没有办法了啊，真没有办法了。那最后的话，这里就父亲快走，有我殿后。父亲快走，有我殿后啊，有我殿后。蜀中蜀间，朕尚能明辨。林将军，哎，有闪了啊，终于有闪了，还是一手杀，也没有距离啊，也没有距离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父亲快走，相负，有我殿后。吃个桃，那么这里弃牌。哦，终于啊，把这个加一给掳了。那最后的话，应该来说，带诸葛顺手，又是顺手了。九鲁明剑在手，天下为王。那这样最后的话，还有九，哎呦，这桃子啊，桃子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。嘿嘿，天过了。塞翁失马，举之非福，来世。刚才应该来说，整体这个铁锁啊，比较很关键的一个铁锁。关键一个铁锁，九鲁带走一内一中，漂亮漂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局的话，这边主公曹琛啊，非主流的主，那个叫钱吧是吧？那个司敌啊，
我们是一个八位的大忠臣，选了一个输出流貂蝉啊，那注意这个貂蝉是还没有删减掉的那个貂蝉啊，没有删减的那个貂蝉，看看这一回合如何发挥吧。中会挂那个砍主攻肯定要闪的，过个柴桥又是反贼，有一个钱啊暂时可以用一用。那边的话哦哟，三年啊，三年贾拉爷这个位置看看怎么搞。哦，忠臣啊，忠臣可能偏内一点哦。太后杀一刀贾大爷，然后呢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姜维过个柴桥啊，太后打得够谢，来来来战个痛快啊，战个痛快。是忠臣啊，刚才是国公，刚才是太后搞的贾瑜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是没有判断错啊。小戏一个，夫君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，我不能让皇上好、那主公直接私敌啊，把这个中会的给用掉，不能出，嘿嘿，空有九杀。太后误算啊，太后误算，嘿嘿嘿。当然啊，他人家说不定抱着是送权的啊角度，送权的角度。那我们这个忠臣的位置非常好啊，在这个位置反正也不好打到我们。中毒啊、决斗，这里的话羡慕吧。羡慕吗？借刀杀人，那么过河拆桥，张八一拍，这里为什么不拍太后呢？这里就想压黄给的血线，结果这太后又被回了一血。哦，两个死敌了啊，两个钱了。那么陷阵杀敌，斩敌当先。哎呦，太后这里又有闪了，又有闪了。刚才主公这里没有杀太后啊，没有杀太后。九杀，哦哟，这个九杀还是非常狠的呀，还是非常狠。那我们再来个杀，哎呀，就是没有杀，就是没有杀。那这样的话，还好有个借刀啊，主公这刀正好趁手啊，正好趁手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继续撕敌啊，继续撕敌。撕敌的话是不仅我们的回合，其他角色回合使用闪失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那么中会的话，这里没有距离了，哦，继续撕敌。当然赵云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想送，让他送中会觉醒啊，不想让他送中会觉醒。那么借黄盖，你这个开这个南门，这是自己要便当了，自己要便当了。贾大爷开个大，挨个崩了，挨个崩了。哦，挑内了啊，终于挑内了。都是懦夫，都是懦夫啊！那我们这里的话，直接一个九鲁带黄盖啊，带黄盖。那么中会的话，可以调戏一波啊，调戏一波。南蛮送给了主公去搞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杀一刀，那么继续撕敌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中会啊，控他一次杀。赵云的话，这边就没必要浪费。哎，漂亮。贾瑜想跳，我让你跳不动啊，让你跳不动。主公这个私敌还是可以的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。那这里调戏贾瑜跟赵云啊，策略很对啊，策略很对。因为毕竟你这个时候啊，中会你这个不太好压下去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过河拆桥，再杀一刀啊，再杀一刀。木马给出来一个闪电啊，一个闪电。那么现在曹真没有钱了啊，赵云手短，继续送拳啊，继续送拳。单战机，贾瑜这个优势不大了，优势不大了，除非有一手强暴发牌，然后我们这个手里有桃有闪，这种牌在手里，你说，那估计这个时候可能要开个档了，可能要开个档。避其锋芒。那么赵云的话，估计会直接被带走，送一波反贼啊，送一波内奸，可以，可以。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啊！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。那这里的话，姜维最后被带走，这个就尴尬了，手里有一个兵娘卡在手里啊，有个兵娘卡在手里很尴尬哈。兵我们嘛又觉得跳内，可能刚才是这样的。那么过河拆桥。杀一刀不死还调戏啊，不死还调戏啊。这里的话直接啊带贾玉啊，吼吼，
就送人头了，送人头了。但是还好啊，最后一个桃园回来啊。曹真的话，这里应该是直接可以丈八一拍，然后死敌啊，死敌备战。那么这里的话用出去，嘿嘿，有杀不能出啊，有杀不能出，很尴尬，很尴尬。这里的话，调戏稍微有点风险吧，稍微有点风险，就两张牌啊。火攻，最后还有一几楼啊，还有一几楼。九路我们不好意思有闪啊，有闪，这手里逃脱一出了啊，最后投降。整体的话这一局还行啊，还不错。曹真的话这个钱啊颇有发挥啊，颇有发挥。好，那么今天四场尊真的话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。